我跟你讲，就是套句我们现在讲很 gay 掰的样子。我到这边跟你看《人间仙境》，整个去结合那种感觉。他说：“来啊，来跳，小伙子，一起来跳吧。”我是不是要去跳？跳两下，我跟你讲，整个就。你们这些路线都徒步走过吗？走完吗？我们今天他们同站搭车去看。